好，欢迎大家收听东湾废物讲埋牙刷，我记得嘅第87集。你搞到人哋以为我哋啲主持人全部都流口哈东咁样，我谂住停一停，做嗰啲气氛啊嘛，咁样就笑出嚟。我以为你停成分钟添，我都忍住唔讲嘢。系啊，大家默哀咁样好似。我哋不哀又落唔喺度。我哋有一个坏消息嘅，大家公布。一个好消息。咁究竟係壞消息定好消息？偏心樂已經唔存在了，見仁見智啦。係啦，咁啊，佢即係不幸喺2010年嘅3月9日九號離開咗。下午嘅係啦，離開咗旺角啫嘛，即係離開咗我哋，唔好意思啊，離開咗我哋錄音嘅地方。係啊 ，OK。系啦，喺我哋即系庆幸定系哀悼佢离开之前，介绍下自己先啦。大家好，我系冰子。大家好，我系漫游者。我系斯特啊。咁啊，收听嘅方法 download 啦 ，www.acerubbish.org 系咪好奇怪咧？今个礼拜竟然要真系到礼拜三先至可以有得 download。好難得㗎嘛，譬如之前都係禮拜一就俾人都有條拎。呢兩日好多人失望喺度摸條拎嗰啲嗰時。摸拎係呀，喺度撞條拎嗰時呢。好啦，咁啊正式開始今集嘅錄播節目啦，咁但係都提一提大家兩樣嘢。第一就係跪求大家裝呢個 Skype 啦。跪求。跪求啊。就同我哋一齊玩呢一個100萬費翁嘅候選入場券嘅比賽啦。遊戲啦，冇話比賽，其實都唔係比賽嚟嘅。係啦，咁啊另外仲有一樣就係更加要即係嗰啲叫咩呀，最極端嘅叫咩呀，雪地攞球啊。大家參與呢一個我最喜愛嘅5集動漫廢物2009。咁啊等大家即係投下票支持下，俾啲意見我哋咁樣嘅。雪地攞球係咩嚟嘅？運動嚟，草地滾球嗰啲 fan 嚟嘅。雪地攞球喎、哦，即係除曬衫喺雪地度跪球。我以為你意思係雪地度攞個波上嚟嗰啲叫雪地攞。啊！證明大家好少上唔夠啦，跪低唔夠，喺雪地度要五體投地。係啊，雪地攞跪。咁係雪天使啫。係啊，起身就多咗個窿喺度。好，咁啊今集我哋讲下爱恋入小辈，係取代咗偏心狼。今日我都偏心嘅。武神阿凡达打头炮，大家点睇？输咗啦，阿凡达。佢攞最佳技术奖，几个技术大奖都係佢攞喎，包括贴图啦。mix 埋一齐。唔系，詹士金马伦都够晒面噶啦，男人要技术就够啦，其他嘢唔系好需要。咁啊，呢、這、一个我哋香港有呢个詹士温一良。讲呢一个，其实咧第三 James Vanden。咁啊，讲咧第三期呢个刀客与武神，基本上咧就系重新一次，应该系话讲究竟呢一个武神年代啦，喺呢一期。即係呢一輯《武神108》嘅武神年代呢，究竟武神同刀客係點樣正式誕生，同埋點樣劃分呢兩種階級，屬於咩地位呀、啊、係啦。咁、其實真係老老實實啦，其實呢一個先至係第一期囉，我會覺得。咦，今個禮拜有兩本書都好似係佢哋同時創刊，亦都係同時到達呢個期數，但係亦都同時好似真係第一期。先至真正是第一期。是啦，因为其实第一期不是第三期啦。刀客与武神這一度呢就基本上讲咗、哦、原来呢在佢今而家嘅1000年，即係喺古仔里面嘅、所谓公元11083年啦，就有一个叫黑魔老祖嘅老祖啦。老祖。咁唔知同菩提老祖有冇咩关系啦。佢呢就原本就係统治世界嘅。然之后呢就好有趣嘅就係跟住有人嚟反抗佢啦，即係呢啲小不免㗎啦。咁就係一班武神叫武神革命啦。呢班武神革命呢就即係同公民起動就差唔多咁樣。類似嗰啲政黨嚟嘅。係啦。咁呢就係一個武力嘅政黨嚟囉。暴力嘅政權。超暴力嘅政權。係啦。咁有呢一個武神絕龍啦，武神刀客啦，同埋佢老絕天細佬，就係武神絕龍個細佬叫武神絕天啦。咁然後連同3000武神會黑魔咁樣啦。咁當日呢黑魔使出一招叫千軍萬馬，咁啊之後自然成為咗一個量度嘅單位，量度武力嘅單位啦。因為肥娘都好有趣嘅，就係只要冇咗一啲
呢一個力量單位咧，佢就好似唔識分邊一個警約站。佢唔識寫啊！係啊，即係冇曬嗰種感覺咯。以前你見絕唔係絕地天行嗰套叫咩？哇！鬼書王嗰套叫咩？我若為王。我若為王。都唔使噶。即都有啲入性啊，即係比較籠統啲咯。籠統啲啦，但係佢每一個人嘅招式，佢冇一個好具體嘅力量層次噶嘛。即係譬如你見呢、這、一個白成恩同埋呢一個太尊，佢哋對戰唔係用力量單位去決定勝負噶嘛。而且冇唔係係肥良個風格係個招式其實都唔着重，真係好主力係去描寫角色嘅，但係而家就開始好似有啲。即係佢想可以 pick up 翻呢種描寫囉。不過呢度有趣嘅地方呢就係喺呢一個黑魔老祖呢佢原本咪好大隻嘅。基本上本本書都係咁樣㗎啦即係啲邪派呢突然間都好。泰坦族嚟嘅全部都巨人嚟嘅。係啦但係呢佢呢度描寫呢喺某個意義上面呢其實相對嚟講係細緻嘅就係話原來打到一段時間打咗即係第十日啦三千個武神最後打剩七個厲害嘅武神時間呢當時最是強悍武神絕龍即係剛才提過的啦同埋個細佬絕天犧牲自己所寫以弱同埋失去咗50尺剛氣身高嘅黑魔即係原來之前我哋見到佢唔係特登去誇張或者係做錯比例㗎原來呢個黑魔本身係真係營造咗一種剛氣出嚟呢個相對嚟講係即係細緻啲嘅設計嚟㗎以前係冇㗎嘛即係你睇邊本書都唔會特別出現呢啲咁樣嘅咩嘅冇即係好少見到啲大啲間角係越打越細粒嘅。係啦飛嚟啦。吹氣公仔嚟嘅呢個係。係啦。咁同埋即係最後啦就叫武神刀客啦正正式式喺呢一個 moment, 借住呢一個機會呢亦都叫做出賣咗佢兄弟啦。係咪先出賣佢最後佢係最後奪得即係剿滅咗呢個黑魔老祖之後再去爭權先至出賣兄弟嘅。唔係喎我覺得佢有意識㗎喎、哦。佢呢一下其實佢喺殺敗呢個黑魔老祖嘅同時呢其實佢係有意識順便將絕龍嘅一對手臂都斬斷埋㗎喎。係咪我會覺得係咁樣囉。佢係有意識嘅。我睇唔到即係我睇唔到咁細啦。我即係理解係即係佢理解係黑魔老祖死呢一刻就正式真係開始佢哋自己內部嘅鬥爭咁樣嘅意思因為我自己睇譬如你見到肥良嘅起子佢寫得好即係相對露骨㗎嘛佢自己尤其係講兄弟嘅嘢嘅嗰個互相出賣嘅嗰個感覺呢佢係會寫得特別明顯嘅起子嗰度喺第十一頁佢有咁講啦一刀定天下同時失去雙臂嘅絕龍亦感覺到黑魔老祖嘅地位已被眼前兄弟取代，即系站在絕龍嘅角度系，佢都覺得佢系有意識嘅。但系如今佢又可以做啲咩呢如果表態嘅話，佢亦只自討苦吃，即系话佢系覺得佢特登嘅。但系如果佢而家表態嘅話咧，佢只會死咯。所以我會覺得其實佢呢一度而跟住嗰格刀客系好戰格噶嘛，戰戰格格。早有預謀嘅。咁所以我會覺得佢系早有預謀嘅呢一下。呢啲睇下佢後面點寫啦即係理解因為我理解就係話佢冇咗雙臂佢根本就反抗唔到咁佢覺得刀客係來而不善嘅咁都即係正常嘅佢覺得係一個刀客一個有野心嘅武神都正常都 OK 嘅。咁於是呢之後就建立咗即係呢一個絕龍天風就好似啲樓盤名咁樣啊。不如叫做呢一個海旋門啦或者呢個天曬都得嘅。是吧梁山天曬咁樣。帝翁梁亭啊。其實好漢梁山啊。即係呢啲名字。係喎唔知道新世界最後會唔會又遲啲又起呢啲咁樣絕龍天風啊刀客大廈啊。水簾洞啊咁樣。係囉。咁其實佢呢度就正式建立咗叫梁山泊啦。佢就喺呢度 make 咗一個 agreement 啦就係。好有趣喎呢一班人其實真係會驚絕子絕孫㗎嘛。佢個 agreement 就係我要求要咗一個山峰我退隱但係其他人唔可以再去點講呀唔可以打擾或者係攻打呢一個絕龍天峰否則呢就會絕子絕孫的不得好死。咁但係老老實實啦絕龍根本就已經冇反抗力啦加咗兩塊即係鐵臂之後理論上係唔再係刀客或者係武神。係呀咁同埋呢啲承諾幾代係冇㗎啦嘛老老實實。如果係嘅話
唔使幾代，神獸吉就唔會滅亡啦。唔需要幾代囉，好老實，即係搵個藉口就可以剿滅咗你啦。係啊，即係如果咁簡單，或者呢啲承諾咁好守嘅話，其實封神家即係就唔會寫喺德川家手上。但係呢班人都預早不得好死㗎啦，咁絕子絕孫你溝唔到女都絕子絕孫㗎啦。所以即係我其實呢有借呢一個位呢有少少想即係講下編即係創作呢位仁兄呢其實好 care 呢一樣嘢。絕子絕孫囉。係啊係啊，我覺得即係其實佢係想個讀勢係想講話如果我有犯嘅话就永世沟唔到女。即係对于佢嚟讲呢最大嘅问题就係絕子絕孫。一世打飛機添。飛機都唔俾你打。係啊所以係好殘忍。一世唔准打 J。咁谷死㗎喇咁就会。咁都好死囉。然后跟住都即係 keep on 就係会讲返现在啦就係讲下史進返嚟所谓教训一下悟空啦。咁亦都講咗大約你而家喺個作品裏面大約可以分得出啊原來林峰同史進之間嗰個差距同埋嗰個關係點就係、是、雖然大部分嘅人都尊敬林峰但係史進我覺得我懷疑佢將來會有少少即係想反叛嘅心態。亞洲最受歡迎嘅歌手。亞太區最受歡迎男歌手林峰。我哋講緊林峰但係史進係天下第一界女王喎、啊。佢赢啦，佢唔会絕子絕孫啦。系啦，咁所以即系我都会见到中间其实呢一度喺描写呢几个人嘅个性上面，喺都算清晰嘅。你话好突出唔算，但系都算清晰。我怀疑其中一个理由就系、是，因为佢一早就谂咗呢一个史進可能将来都系奸奸地、狗狗地咧。咁有咩人好 cap 咧？飛沙呢條友個樣子就平時都係畫開係咁樣所以就幾好 cap。咁所以佢就話點都要俾即飛沙呢個造型再進行多一次發揮咁樣。我唔知道你點睇呢但我都粗粗囉。你因為點解九紋龍史進點解要九紋龍先因為佢身上真係有九條龍㗎。你穿到咁密實咁即穿到連個領都企起嘅件衫係咁表現唔到你嗰種霸氣出嚟我覺得即如果即一般嚟讲，其实就算之前可能李小龙啊，甚至你讲到水浒传闻啊，里面嘅九纹龙都系会比较肌肉，即真系轻贵型啲。佢可能系纹完之后唔敢见人咧，可能纹完之后歪咗啲线。纹嗰啲系一条系数码暴龙，一条系泡泡龙。纹咗几条快乐龙，即系纹咗快乐龙、泡泡龙、数码暴龙。又纹咗背脊，又纹咗。福龙喺度啊！佢唔敢见人啊 ！Lucky Dragon 啊！我系谂住，我问嗰条龙应该好型啊！啊，点知问完之后唔系唔够恶啊，于是着翻件衫啊！咁啊，到其实咧，伏笔嚟嘅伏笔嚟。系啊，今个礼拜咧，其实就即系睇到呢度好啦。而今期咧，最后嗰几页咧都唔适合俾小贝睇嘅。忍者武神、啊，点解唔适合俾小贝睇？佢见到啲咩咧？因为呢话说就咁样嘅。都冇拎埋你。係囉我都冇拎埋你。你拎咗啲咩出嚟呀动物奇。其实动物奇观。淨係听声真係好难。好有遐想喎。咩呀我而家揭到佢第36、31页㗎嘛。咁其实呢就讲緊原来有两个人就是黑白人就好咩 GI 租嚟。係呀冇咗。咁白人呢就以猎人嘅身份去取回公道。咁呢一个呢就其实蝙蝠嘅。咁啊，白隐骑蝙蝠其实都系即系好明显系想人认到佢啦，即系掹掹上面有一点白色咁，咁即系其实佢唔算系一个忍者咯，佢连保护色都唔识得形容。咁啊，而佢兄弟咧就系、是、即系骑住一大扎人强，不需要马装，超大只嘅。咁啊，点解佢会骑？佢会骑嘅系呢一个曱甴咧？理由就系因为。大家都知道《水浒传》108个好汉个个有绰号噶嘛，而佢嘅绰号就系黑旋风，咁所以点解佢要骑曱甴？黑旋风应该杀晒啲曱甴嘅，佢驯服晒啲曱甴啦，杀都杀唔到咁就失败啦，佢样都咁大只，佢而家就揸住啲杀虫剂，嗱你听唔听我话先？唔听我话我就喷。咁就所有曱甴听晒话啦。即系嗰啲黑旋风系养曱甴，即系喷完，喂喷一喷又再又。大隻咗好睇四仔咁大隻咗。又高咗又大隻咗啲自信心仲返晒嚟。唔係喎大喇即係综合咁樣睇啦我覺得都幾有創意喎其實呢個造型。
啲你又估佢唔到喎、啊。嗱，以往我哋諗嗱，九纹龙系唔见啲龙嘅，系冇龙，系九纹龙就冇龙嘅。呢一黑旋风又养曱甴嘅，即系就系杀唔死啲曱甴，反而养大咗佢。你可以见到其实肥娘喺即系冇睇过唔受原著影响。咁啊，宋江个嘴唇应该好干嘅，啲及时雨冇乜水分嘅，唔系或者好孤寒咯，成日周围度水，及时雨周围借钱咁。喂，借出嚟先啦。系啊，咪及时雨啊，因为佢口头禅就系及时雨。所以嗰只孤寒嘅穷呢，即系我觉得如果可以咁破格嘅话，呢、這个即系都未必唔未尝唔可以成为一代经典嘅。但系我就觉得嗱、客观啲嚟睇咧，即系头先有半大搞笑半大认真啦。但系我觉得个古仔都系推紧嘅，都清楚嘅。同埋今期真系即系第一期。真係似喎，確立同埋確立咗佢哋啲對立面啊，真真正正鋪咗勢出嚟，而唔係講個世界嘅歷史又經歷過啲幾多有咩核戰啊咁。同埋佢講之前講嗰啲冇關係噶嘛，你核唔核戰關我差事咩？你冇乜意思。你係因為粒鼻屎跌咗落地心，然後引發即係地殼震動都冇所謂噶。咁所以今次咧就直頭係講點解刀客同武神會咁勢不兩立，而是用古仔去交代咯。虽然我觉得可以再讲得好啲，但系即系以佢今时今日咁嘅功力，就即系阿弥陀佛噶啦，即系算系收货啦，系嘛。好啦，咁啊，头先讲啊，即系第一二本都系讲啲即系同期创刊嘅，咁我哋又讲下另外一本同期创刊。喂，有冇买嗰本？有冇攞嗰本？即系万岁啊？唔系万岁上一期啊？嗬，万岁系唔系今期送嘅？嗬，好似系今期啊，好似系今期送嘅。系啊，但呢本系因为由于我哋买嘅渠道系应该冇送到，一下期就送 figure 公仔啊嘛。唔系佢送个 figure 公仔，送对手同送个头先啫。分开嚟送。分开三期嚟送，因为个盒小啊。咁我净系要个头得啦。好似我谂起《绝望先生》里边有一集又系咁，即系每一期就系送唔同嘅嘢。第一期咧就特别平嘅，跟住之后嗰啲就好贵啊。但会唔会送完三期之后发觉冚唔埋嘅？应该系头同埋两只手冇新嘢，斋送俾你啫。佢逐只手指送俾你咯。佢送嗰个系咁样嘅，应该就系头手加作为一个组合啦。然后身体嘅主干系一个组合啦，跟住一对脚就系一个组合。咁所以你见到佢封底嗰度咧，其实咧就系有唔同嘅颜色组合嘅，譬如即系全金色啊、全银色啊、全铜色啊。然后有啲就系你见到佢左右手最大嗰幅图，左右手系金银色嘅手臂嚟嘅。咁啊，然后左右脚又系金银色嘅脚嚟嘅，咁所以你拼出嚟咯，可以系即系所谓千变万化，好似好好玩咁样嘅，最适合啲中意肢解嘅小朋友啦。就适合啲将来从事呢个法医嘅小朋友。佢想即系可以拖得多少少期数送，咁其实好简单啫，唔使换色啊，你咪当人体模型咁样送咯，即系今期送个心，下期送条肠咁样。咁好多嘢送㗎喎、啊。送到个古仔完都未送完。唔係你諗下你係又可以增加呢个读者嘅即係擺屙嘅常識呢，咁可能呢到时呢啲學校都会推㗎喎、啊。但係太 details 呢做教贵你唔明白。唔係佢一嚿一盒就送一个一个 pass， 我諗你砌完出嚟嗰隻嘢都至少15寸高啦。唔係我比较期待佢係送佢嗰支后卫神箭嘅 USB。佢插落个头，系喺咪后咧，小会问咗师弟一个问题，即系我咧就其实有几期冇睇噶啦。哦，其实冇所谓嘅，呢期先系创刊号都得噶，你睇系啦。咁我跟住我今期一睇啦，咁揭两揭，咦，支箭仲未掹出嚟嘅，咁啊师弟，咁好明显佢就未揾到个安全移除硬体嗰个 icon 啦，未棘到个一掹出嚟坏脑噶嘛，大佬啊，好大镬！如果你坏一支箭，可以揾到呢个棘完之后，系咪会即系佢个口又会一声嘅？佢喺凤香嗰度又 download 唔到啦，你话系咪先？但系要 download 嘅呢个 software， 佢谂住即系。plug in 跟住睇下有冇得 download 啦，点知又冇啊，跟住仲要过咗啲嘢落人哋度。冇错，而家直头即系其实佢系咪依家系坏机嘅？就同一时间即系卜咗一声，然后又同一时间登登，即系好似插翻入去，跟住卜又登登嘅。啲病毒出去。其实佢系过啲嘢落阿凤香度，而家凤香就开始 jam 紧个 password 出嚟，所以咪混咗。password 未出到嚟，佢咪解唔到码咯，个 file 开唔到噶啦，而家暂时都。喂，咁啊，讲翻今期嘅古仔。
好前瞻。其實都掹唔到出嚟，做乜唔諗啲裝飾咧？即係整朵花落去，放啲國旗咁掛，翹啲翹啲絲帶啊咁樣。喺度掛個秦字旗喺度，掛支旗仔喺度啊！係咯，即係神之旗仔。橫掂都掹唔到啦，咁咪即係靚啲啊嘛。點睇啊？今期？今期是交代啫，系嘛？我以为是交，都系交。讲翻即系麦尊同埋明鬼，明鬼嗰两个之间啲渊源啊，但系又唔讲啲又唔讲啲咁样，我有少少觉得系嘥纸嘅。我觉得真系基本上肥两帝系同步嘅，佢今期同108系肥帝同玉帝，系啊，即系今期春秋。春秋咧又系鋪翻曬啲對立面啊，即系麥道即系麥尊嗰邊同麥家即系巨子嗰邊嗰啲對立面又鋪翻出嚟，就令人個覺得個故事好似真係個張力係多翻些少咯。喂嗱，冇之前咁 hea 嘅感覺。咁啊喺網上面咧都隱約睇過下唔同嘅留言版咁樣啦。咁有人就話呢本春秋戰紅就同我哋嘅睇法近似啦，就係、是、屬於呢個擎天半島嘅英文啦。即係 Lolento 啦，唔係叫嗰棟嘢叫 Sorrento。咁啊，但唔知喎。係啊，你講嗰嗰棟係露天半島，露天半島 Lolento。咁咧就但係咧亦都有人咧相反嚟講咧就撐嘅，就話呢啲咪玉郎味咯，即係你睇玉郎真真正正佢掛帥嘅書係應該要睇呢一種味道，即係有一種燒焦咗嘅膠味啊。有啲老土嘅味道囉，以而家嘅編繪手法，即係你唔應該要求黃玉郎係俾啲好破格例如陳某咁樣嘅古仔你睇㗎喎。唔係，咁我覺得呢一種說法都未必係唔啱嘅，只不過係話因為而家個市場真係太窄啦，即係剩返嗰啲，咁你見到又係嗰啲你就覺得悶囉。即係你試諗下，你褪後幾步諗下，如果我試下先，係啦，如果呢個市場再有多，即係我當唔好多啦，當十零本啦嘅唔同類型嘅書。而家約冇得十零本。係啦，即係俾多一倍啦，得兩三。俾多我得，但係嗰啲係唔同類型嘅，可能鬼書啊、愛情書啊、咩即係古靈精怪咁樣嘅。咁你再睇返喂市場上有返一本咁樣嘅玉郎味嘅書，其實你未必接受唔到㗎。即係你可能覺得哦，咁我都仲想睇呢啲啊咁樣。只不過你而家個市場窄，你先特別覺得即係佢要求高咗啊！即係一日食一餐，你梗想食嗰餐係好味啲噶嘛？即係咁嘅意思咯，我覺得係。即係同埋我都覺得係有少少認同嘅就，如果我有得揀嘅，其實我可以唔睇啊嘛。但係我而家冇得揀，係睇嚟睇去都係要睇玉記。咁就變咗你又俾呢啲嘢，我就係覺得你冇進步咯嘅感覺，就又即都係攞翻啲老即舊橋出嚟賣，就唔係咁說服到讀者，你即覺得你都冇進步，就憑咩要我繼續追落去啫？即係追咁多年咁樣。我當然唔可以徹底咁樣反對你哋意見，但我有少少唔同意啦，即我自己嚟講，譬如。你個人冇進步嘅話，其實係應該被唾棄嘅，因為即時代係向前行緊㗎嘛，呢個世界唔應該係等你。唔係啊，會有一陣一齊冇進步嘅人，就係繼續捧你場啫嘛。咁當然啦，即係呢個的而且確係事實。咁而的而且確有好多人一齊冇進步，而即係呢本書係可以銷售咁高啦。打個比喻咁啊，可能大家其實係唔鍾意北條詩咁樣啦，但係佢由呢一個 City Hunter 或者 Cast Eye 開始到 City Hunter 到艷陽少女再到搞怪家庭再到而家嘅 Angel Heart 咁樣啦，可能有啲人覺得佢開始已經大叔化得好緊要，講臭女啊，但係你見到其實佢個人係向前蜕變緊嘅，即係滾動緊嘅個人，即係唔講係好定係唔好，諗嘢係變緊啦，係啦，但係你見到呢一度係冇嘅，即係由龍虎門到神兵元期到春秋戰紅，你見唔到佢中間有一種個人嘅成長喺度囉。我反而覺得神兵係有少少進步，但係春秋真係跌返去行返退後返一步嘅咁嘅感覺。你講神兵咩？神兵元期囉，第一輯係囉。係有些少進步囉。都好耐㗎囉。十年前都99年㗎嘛。你講到好似近期嘅嘢。係咪我以為你講神兵咁咩四呀，好似鬧到好犀利㗎。神兵四又唔好睇啦，系啦，咁即系，所以我会觉得仲如果讲紧即系暂时就唔特别长讲每一个细位究竟有几不济啦，而我想讲即系整体两个月啦，你会感觉个气味咧、味道咧，其实系
即係始終都係好薄弱囉，搵唔到一個好令你覺得好 attractive 嘅地方。同埋佢冇進步在於呢一個作者呢，佢喺嗰個個性嘅設定，嗰個人物嘅價值觀呢，其實已經定死得好緊要。譬如啦，我哋睇返明鬼，佢今期喔、哦、見到呢一個惡帥攞咗粒嗰粒叫做咩呀聖藥呀，係咪乜豬係咪萬樂豬真嘅一叫咩名啦叫做。啊唔係呀，仙藥就咁叫做。咁就攞咗粒仙藥出嚟啦，咁然後呢就話但係我捉唔到鳳香，然後呢就搞搞下呢就喺畫面上面呢就畫到啊好嬲咁樣，然後如果係洪福齊天啊鳳香亦必到手，如果咁教本尊如何向那些貴人交代。咁跟住嗱，理論上呢個係座下第二嚟㗎啦嘛，即係惡帥毒帥係座下第二把交椅，第二把交椅㗎嘛，即刻就咬曬底，然後呢就隔空哼一聲抽起呢條友，然後就即係好似又將佢電極啊，又佢將佢唔知即係反轉再反轉，即係巴黎鐵塔反轉再反轉咁樣啦。好熟㗎啦呢啲，將佢鬼速一輪。咁固然畫面呢個好熟啦，而最後就係、是、好坦白咁講，因為已經睇咗即係阿玉帝嘅書都唔少時間，你知呢條呢一個位肯定就唔係想懲罰佢嘅。亦都唔會哇！我又因為冇睇過，我真係覺得嘩真係懲罰緊佢喎，嘩好新啊！即係你會見到、哦、之後呢條友又即係好舒泰，我好驚訝喎！我會覺得即係譬如好似呢一啲位真係講真嘅，我唔係反對你嘅說法咁，但係因為我 get 唔到呢種你嘅感受啊，但係我會講嘅就係、是、佢好似龍虎門咁樣嗰陣時候老妖同埋棍妖每一次舐完嘢，跟住又俾火人邪神即系嚼两嘢，咁样其实又系帮佢，原来系帮佢呢一个即系打通呢一个经脉啊，或者帮佢疗伤啊，咁样帮佢升叻，系啦，帮佢半升叻，或者真系好似今次就系恶水直流升叻。而最得意嘅地方咧，就系喺呢一种咁嘅设定里面咧，你喺某个意义上面睇到黄玉郎呢一个人咧，其实嗰个个性大约系点嘅，就系、是、如果你作为一个劲人，劲到咁样嘅地步，可以随随便便就帮到你。第二把交椅嘅人去升咧，仲要升得咁劲，可以由咩呢个骨中劲、魔骨劲去到呢、這个下都突破啦，基本系啦，有一个突破超一层去到呢一个魔水学呢个魔水咁样魔水经。你见到嘅就系、是，如果真系一个好猛料嘅人咧，其实你系唔会怕呢一样嘢，同埋你既然要佢帮你做嘢，你应该一早就会帮佢升咧，去到令到佢可以帮你彻彻底底咁执行得到，而唔系到呢一度我帮你做到一样嘢，你先至会再去帮佢升到呢咁樣囉。即係嗰種利用價值，或者係你點樣去掌握一個下屬，提升佢嘅能力，運用啲人力資源。係啊，運用啲人力資源。我會覺得其實你見到老王係一個即係都幾點講呢，佢唔會完全好相信下屬嘅一個人。我感覺係咁。係咪佢都係咁呀，一下屬做錯咁先炒啦，唔炒要幫佢升呢。升你咁咯，俾封信佢，其實升職信嚟嘅，bonus 嚟嘅。所以我會覺得即係佢係喺呢一個位置，應該話係個人咧，整體個價值觀都冇進步咯。我會覺得係，而且呢一類咁嘅橋段咧，真係睇到熟口熟面㗎啦。我哋呢啲咧就完全唔覺得緊張，又話我好緊張。你係緊張係見佢老曬骨咁樣啫，係嘛？唔係啊，畫得幾靚啊，嗰幕。即係嗰啲骨個骨感啊，呢啲真係骨感喎、啊。咦，我唔反對喎、啊，呢一樣嘢咧，其實紅曬嗰下幾靚。我喺睇呢本書嘅時候咧，我係覺得佢喺技術層面上面咧，以前咧好膠噶嘛，一定係打黑咗，連人樣都冇曬，淨係見翻裏面行骨噶嘛。今次就真係你有通透嘅感覺咯，包括佢做嗰啲血管嘅流動或者係通骨嘅嗰一下咧，即係 X-ray 啦，簡單啲嚟講，以前係純 X-ray 噶嘛。而且明顯佢前幾年去咗睇人體奧妙展啦，如果未有邊個識畫啲咁嘅嘢啫。唔係咁，你基本上前面自然明打嗰班麥尊嘅手下嗰度嗰啲骨都係話個 details 咗同埋靚咗，咁所以我覺得技術層次上面有進步咗啦。但係既然技術層次可以進步到咁樣，咁點解係即係仲喺 idea 上面係會停留，或者個人主筆整體嚟講佢冇變化嘅咧？呢個係即係。心痛的地方咯，我又有少少疑問喎，即係又因為幾期冇睇啊，
咁我知道，即係佢搞嗰期我有睇嘅，即係搞阿鳳香嗰。哦，冇啊，嗰期冇畫出嚟嘅，搞嗰期。唔係，即係我有睇嗰期啦。第3.5期。係啦，3.5期啦。同人知。咁我有睇嘅，咁但係咧，你搞還搞嘅，佢幾時？即係佢今期我揭揭下佢，我發覺。啊！點解要俾我即係遇上鳳香，即係最愛嘅鳳香，愛上佢又要俾佢即係帶走佢？點解咧？幾時變咗最愛啊？嗰、那個係降龍嚟噶嘛？我另外一個角色嚟嘅，本身哎呀唔好意思，佢嘅，但係又得唔到。咪一出場已經係打孖，即係唔係搞嗰、那個？係我冇知自到佢，你咪搞唔到佢嗰個係出唔到佢。但系就系、是、即系属于应该系楚国嘅后人或者名将。哦，咁即系阿圣公子就冇嘢。走咗第二度，圣公子食完就走咗啦，拍拍攞就走咗。你有几可留低打烊？你都仲留喺个餐厅？单都冇埋到，系咪先？系啊，单都冇埋到走咗。哎呀，唔好意思，太叻，跟住后面走啦。Sorry 有冇留意？其实咧，睇你后面到后面睇《玉郎春秋》嗰度咧，你其实完全可以对照翻去嗰啲角色来啦。圣公子就系问天。凤香咧就系、是、一系铁心，一系白明雪，项羽系铁心多啲，系啦，项龙就系牛郎，系牛郎咯，直头。墨尊就系天地盟主，天地盟主系一样嘅，系冇分别。系咯，即系你，我唔介意你写出你嘅味道咯，但系你嘅味道唔等于系整体成个框架都系咁样咯。即系你就算要系打都系武林江湖争霸，一个小伙子点样成长？fine 冇問題，本本少年漫畫都係大家喺 forum 都睇到，即係四大少年漫畫嗰啲橋段，最近都係即係老人在戰爭啊，策略都係同歸於盡、啊。主角都係血，主角都係要笨蛋、啊，即係類似嗰啲咧。咁但係你見到本本書嘅感覺係唔一樣啊嘛，或者主題都唔一樣。或者咁樣就可以睇得翻啊？點解原來即係你 abstract 咁抽出嚟就發覺啲公式都一樣，但係個感覺唔一樣啊嘛？係啊，即係呢個係重點啊！但係你結果你抽龍虎門、抽神兵元奇同埋抽呢、這、一個春秋戰龍三本，你成個表全部都一樣，而最後結果感覺一樣，只係個背景唔一樣。其實個背景都冇所謂，因為最大嘅問題就係呢幾本書都寫唔出個背景嘅感覺嘅。五湖十六國到最後同五湖十六國有咩關係啊？冇关系，嗰、那个唔一定要系燕王嚟嘅，嗰、那个系宋齐梁陈都得噶，即系南北朝又得，或者系到之后五代十国又得，几时都得噶。咁而家嘅春秋亦都同春秋冇关系，你嗰个唔一定，反正你儒道墨法你一样系流传到后世嘅啫嘛，你咪照样话佢系墨家嘅后人，其实冇所谓噶。系你将佢变翻做现代，其实系古惑仔争地盘都一样嘅。而调翻转龙虎门，你点睇都唔似系一本现代书啦。嗰班人全部着古装。佢有部唔知 iPod 定系咩嘅。哦，咁你呢啲换只甲都得噶。你睇花田喜事都系咁样嘅啫嘛。许冠杰家揸住嗰只都系全福蛙嚟嘅，全福蛙嚟嘅，所以其实系冇所谓嘅，即系你会见到系，因为框架系一模一样，所以你点变都会变唔到个感觉咯。系啦，咁啊，讲开龙虎门，我哋就讲龙虎门你有咩好讲呢？今期啲推进真系好，即系好少啊！推进嘅进度好少啊！讲到生死同途，走难同走难同走难，即系纯粹佢哋净系走咗出嚟咯。我就即系有一个位置想即系挑剔一下啦，就系呢一本书呢一班人咧，啱啱跌咗落地道之后咧，仲个个嬉皮笑脸咁样，即系喺第26页。Hey yo man， 耶、yeah, ！我走咗翻旅行，耶、yeah, ！我今次落咗地下街道啦。嗱、我好中意冰之嘅形容系，你讲起我真系觉得似系即系小学生去旅行。大仔未落过地下水道啊！好似即系小学生去冒险嗰种感觉。明明系好危急，但系咦，去一个新地方未去过，哇，好得意啊！但系明明火龙嗰班小学生逃难跌落下地下水道嘅时候都唔系咁开心噶，咁我谂嗱，龙冠天讲到佢即系几智勇相全，有勇有谋嗱，你又已经即系揾白虹出卖咗成个广佛堂啦，连佢哋啲地下隧道会通去边度都知道，理论上你要去周人，梗系令到佢可走嘅路越少，你越容易捉佢噶嘛。咁你何必？既然你都知道佢有好多即系所谓狡兔三窟啦，你都既然有方法去即系揾龙烟灌住佢咧，点解唔一早就已经封晒咗几条退路，然后焗住佢都系要同你去即系连个系啊？或者调翻转嘅就系、是、你根本就系要逼到佢困住喺里面，嗱佢自己又炸咗个出路啦。你如果可以
即係淨係放啲煙落去，狂放啲煙落去啫，一早做嘅。係唔需要留一條路俾佢走㗎嘛。係啊，你根本就冇路可以俾佢走。咁你最尾一定要搞到佢出嚟同你打一場啫，無謂嗰件事係。即係我覺得好似啊，講到鬥智鬥力咁樣，但係你會發覺最後成個都係即係融融爛爛嘅一種鋪排囉。咁你冇留意到輸數嘅問題啦，應該係因為係咩？即係你唔打嘅话咁就跌输咯，就系、是、咁简单啫嘛，一定系要打嘅。总之系你留咗，你喺浓烟度冲出嚟，佢都硬系要俾你同嗰班人有得打，即系有啲技击场面去刺激个销量噶嘛。咁龙冠天系计算埋你一步咯，龙虎门要升书咁就一定要俾佢哋。诶，咁我哋又有人又有得打咁啊，要打一打先，梗系无论如何都要打翻场先啦。咁啊，同埋。呢、這個即係我估啦，玉記真係抽咗好多人去做春秋戰紅囉，連啲即係啲畫質都有即係退步咗囉。喺其實自從阿二走咗之後呢，個畫稿嗰個勾頭嗰個質素呢已經低咗啲㗎喇。咁但係到呢幾期阿勝接手之後呢，雖然之前有幾期我哋覺得講嗰個古仔嗰、那個講古仔嘅方法係都 smooth 嘅，有啲幾期都算寫得唔錯，但係啲畫稿係個質素又低咗啲囉，我會覺得。咁呢個係玉皇朝基本上佢哋傳統㗎啦，出親新書呢，之前嗰啲出一路出緊嗰啲書呢就會跌，個質素就會向下調整㗎啦。不過我覺得最重要都係故仔囉，即係我覺得有陣時啲嘢就係話，如果你個故仔個編劇個位係吸引到人嘅，你畫爭啲即係可以 distract 到嘅，咁相對嚟講係啦，相對嚟講亦都係啦，即係你啲古仔唔得嘅，你咪話鬥得靚啲，好似頭先我都話，哇彭骨好靚，即係你梗係要有啲嘢噶嘛，咁你抽咗啲人去春秋戰紅係冇所謂嘅，咁但係你相對地你個古仔要令人哋睇到好似哇好緊張啊，或者即係好有劇味啊咁樣咯。咁斯迪好似唔好满意空炎王呢一个安排喎。唔係，我觉得呢条友系搞事嘅啫，即系好明显系啦。系啊，你都唔会放个黐线佬入嚟做节目啦，系咪？好明显佢有噶，潜怪喺度，潜怪喺度。即系你唔知佢噏乜，顶紧后嚟。黐线佬主理噶嘛，系唔会放个正常人入嚟。最少都三个喎，一集。即系突然间嗌你闹下冰之，跟住突然间讲你唔系，你同冰之系 friend 嚟嘅，突然间又走去闹阿梅日郎咁样，唔啱数咯。我觉得呢条友通天教咁大，又唔怕，即系唔会话冇人用嘅一个咁大嘅教派，何必要需要留住呢个空炎王？就算你需要你话佢系元老功臣，点都留住喺派里面，唔需要派佢出嚟做任务咯。咦，不过好有趣嘅。又是同即係老王嘅個性可能有關係，就係呢你見到呢呢一啲組織呢，即係啲邪教組織呢，喺階級流動上面呢係冇流動性㗎喎，佢做開嗰個位就做嗰個位㗎喎，升唔到過唔到㗎喎，從來都你都冇見啲僆可以升上去。咁咪全部嗰啲高位嗰啲都係有啲親戚呀、啊、群帶關係㗎嘛，唔係邊個仔就係邊個，就係啲教主個仔個師傅，一係就係唔知邊個嘅阿叔，即係全部都係啲關係嚟㗎。嗱，你見到呢即係佢哋嗰種級別啦，係真係完全冇高低㗎喎。你諗下老妖做咗老妖呀，即係 keep 住做啦，無論再賴嘢佢又唔會俾人彈㗎喎。唔会变咗三妖、四妖、五妖，系咯，永远都系二妖。咁你跟住好似龙虎门咁样，空炎王因为以前劲过，咁啊 keep 住要劲噶。你唔谂住掟佢嗱？呢度就系、是、即系港漫有个好得意嘅地方，就系嗰啲阶级流动系零噶，啲人唔会因为你，即系佢冇铺排到一啲你做得好嘅人，然后铺排一啲古仔俾佢，然后等佢上位咯。永远冇上位，只有跌咯。因为我记得以前。好似系咪荃湾十五郎系咪啊？系咪荃湾？我唔记得。总之十五，荃湾好似系十五郎。十五郎里面嘅剑梅日郎嘅头，唔系系咩大郎？大郎王，大郎王系嘛？大郎王就系狼杀星啊嘛。咁啊，去到罗刹教，佢就变咗三杀三杀星。佢已经跌咗落第三级，但系佢以前喺十五郎里面系阿头嚟噶嘛。咁佢又永远系跌嘅啫，同埋后面出嚟嗰啲人永远都系劲啲噶嘛。
咁永遠冇即係個角色永遠唔會升啦，永遠只係會跌咯。即係譬如用翻呢啲咁樣理論上，如果打個比喻用舊住嚟計，佢哋先至係對龍虎門最熟悉嗰班人，因為由陀地開始鬥起噶嘛。係啊，你應該係比較認識佢哋嘅個性。其實佢可能對於羅剎教嚟講係好有功能嘅，就係佢提供佢哋呢三條友嘅弱點，然後話翻俾佢哋聽。而且就係話你如果龍虎門成班人都走曬去咯，咁你大佬你梗係踢。打翻香港，你可能揾大龍王就攞翻香港的地盤啦，趁佢哋走嗰陣時，呢方面就去龍虎門係完全冇提及到啦，即係好似香港龍虎門打完啦，過曬關啦，打曬大佬啦，咁就永遠都係你噶咯，就唔會話再有一啲勢力上嘅分，即係轉移咁樣嗰方面嘅安排咯。咁最慘係改錯名啦，即係係嘛？咁佢哋呢啲架構一定係一乜二乜三乜乜四乜四五乜六乜乜咁樣。咁如果你一開始改嘅名已經係乜乜乜，譬如你一定係騎士嚟嘅，咁你咪一定第六咯。如果你個名改得好啲，譬如你唔係叫末日狼嘅，你叫末日妖嘅，妖係啦。咁你咪一叫末日邪神，咁咪成世俾人妖咯。或者叫末日邪神咁樣，咁你可能一開波就已經係即係上第一位。咁但係如果你叫末日妖嘅，咁你咪排第二咯，係啊，改名咯。咁但係佢哋連呢啲嘢都唔做嘛，咁所以咪即係可能所謂唔怕生壞名，最怕改壞名就係呢啲啦。哇！完全表達咗作者嘅信仰出嚟啦。係啊，咁所以即係我哋想啊，又借住龍虎門啦、春秋啦，同埋即係呢一個一窺呢個黃鶴浪嘅心態，係啊，都勉強睇到其實佢對於呢、這、一個即係呢一個作者究竟佢喺。編寫古仔嘅時候，點樣可以即係洞悉一下佢嘅寫法，或者佢嘅價值觀？喂，轉頭翻嚟，我哋繼續傾過。